普通我们没有想到在你的视频下面随便发了一句话有二十多人点赞是吧，都来我们这评论，现在我每天评论区也在看的，也在积极的回复对吧，好升到十万点，这能到百万点吗？对，小龙你后面说说这个万元为什么强，是我也不知道，但是他接受效果没那么厉害，但他打的伤害就是那他是什么样的原理，就是他会召唤两个小怪，小怪会打人贼痛啊，小怪推图贼痛对吧，但是打人的话一般不也很强吗，小龙什么东西在叫强化啊，你强化你为什么你一边那自己强化了，为什么这个能自己强化，已经升到百万年了朋友们，点太多了哦，是这样子，我想我都没注意他是百万年，根本是三十万年吗，我靠这卡住了，这个东西都不用鼠标点就升完级了，这游戏已经有这个 AI 加成了是吧，说说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伤害技能加特别高，中两颗数字以后就全体造成 20% 的最大伤害，理你一下好，但是这里 每开局它会增加那个东西的、嗯、刚才有人问为什么在小破站直播，小破站的商业化做的比较、让人担心，这是第一点，就是小破站我们去播了我们能挂游戏吗，不太能挂，挂不了游戏我们这里就起不到很多宣传效果，就没有办法转化嘛，这是最简单的，其次第二点，小破站的粉丝年龄太小了，他们是愤世嫉俗的一群人，如果说我们在这充钱的视频发了以后，你看到下面说拖的人比其他平台都要多很多，都是很仇视 你的，除非你是什么什么什么富二代，真正富二代开什么玛莎拉蒂保时捷这个法拉利、那种他不会说你任何，但是如果你玩游戏他就说你是拖，反正你也没有办法怼他，你就是玩腾讯的游戏他也说你是拖对吧， 你玩腾讯的就说腾讯拖、好像玩米哈游的不说是拖，但是我玩铁道星穹也有人说我是这个米哈游加都沦落到找这么一个烂主播去玩这种游戏了对吧，啊、然后呢就说也是我去和人家米哈游合作嘛对吧，他们就各种说，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酸各种酸，就我就很难受，米哈游的游戏确实没有折扣，他家的游戏确实很牛掰对吧，我们就为了蹭他热度也可以的，然后魂卡升对吧，这个要给谁升，这个可以卸的，随时可以卸可以重置，这个没有关系，现在小破站发一个玛莎拉蒂照片让别人认为你有钱，但是问题是我没有钱呀，我现在贷款的话还差了十，哎呀，这个不，我妈在直播间算了，不要把这个东西说出来了比较好。看、我们有几张卡，五张卡有几个？一二三。图图，要不看一下这个这边有多少人想看你玩新区？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去新区那这个号怎么办？同时玩两个号吗？同时玩两个号，那充钱就翻倍了呀。养不起啊，养不起啊，那这个号就扔了吗？我们把这个号如果卖了，然后呢，比如说有隔壁的谁，最后兜兜转转，他接手了，对吧？隔壁的一个平台，比如全民轻浮的某个主播就拿了我们的天使服的号，然后天天蹭热度。那这样的话就对天使服影响很大，让小龙帮玩，小龙帮玩能不充钱吗，你不是就坑我，我既要玩各种新游戏对吧，还要玩武魂觉醒，然后斗罗 H5 还要充两分钱，充一分钱已经很痛苦了，你看拉现实当年拉的那个现实，我当年就是亏本在拉的，就很难受，这个号就给你了呗是吧，交给不良帅 OK， 然后这个号天使服二哥的这个称号就叫让位出去，我们就是天使服这个被吊打的存在的，你委屈一下帮我玩啊，谢谢你们了，谢谢大家今天把八千伏的视频从头看了，那你是好牛掰的，你要知道直播的水友随时都等着你的号免费给你们玩是吧，上周的十倍没申请哦，好那应该申请过吧，没有哦，就没了是吧，好像没了好像、那就这样吧，反正就和大家说啊，这个号免费给的话我们之前试过啊，就是之前上个月的新游戏是啥我忘记了，你还记得吗，上个月的新游戏对是可以卖个500块钱的，我只记得别人好多人想来找我买但是我就直接送了，这之前的新游戏我玩了个啥我忘记了，哦对新九铁道就那个游戏那个号我送了啊，这个月是吧，反正那个号我是充了2000卖500的可以卖的，因为那个号刚好抽出了比较好的东西特别合适，玩一天就卖了嘛，玩了一天充了2000当然可以卖500的，但是我们答应大家就把那个号送了，结果号送了之后其实那个人他不如说把那个钱给我，然后我再去玩新的游戏，这样的话还有作用，但是如果我抽的话其实我发现我抽号的那天没有多少人说我就要这个号，就是比如开播到后来一直等，本来我们那天就是说武魂觉醒玩到1点钟的时候我抽那个号，但是从12点到1点钟没有人说要我来抽这个号，大家的关注点都不在那个号上面，所以我就知道我抽号送号这个东西没有吸引很多人来我直播间看，所以我就觉得不值，不如说把那个号给卖了，反正卖了500，因为我好久没有玩这些游戏卖号，不然还可以卖高一点，其实如果卖个800块钱也能卖，但是你就想我最后我又充了1000的续充又损失700块，这个东西就是眨眼之间这个卖号的钱就全都亏出去了，所以呢这个卖号卖多少多100少100也无所谓，也有些时候我们以前卖的一些号啊卖800啊充了3000、5000卖800，但是因为那个游戏热度不够高卖800当时没有人想买，就是有几个人有3个人来问说到时候来买，好都是到时候来买不给钱，然后等到最后来买我的号的时候我一再降这个一再降低这个钱，好像是谁首付哦，就谁首付800块钱卖没有卖掉，500块钱卖没有卖掉，后面过了很久之后200块钱出了，
对吧，就贼亏，所以我有时候我就说我就忍痛亏点，对吧，都可以的。点不上的小龙放弃吧，点上了一个，那你就点上一个了吧。我要点奖励加呼唤啊，没点到吧，没点到，哦，点了一个，点呀，哎呀，点放出来就没了呀。昊天八千夫那个，但凡低点就有人，不是这个逻辑，有人已经出价出到五万了，五万五，人家出价出到这个钱，但是老板不卖的，哎，可以了，哇，小龙买到了这个幺六八座机，领不到啊，领不到啊，然后你，我都花起来不让我领这种人，加油，哎，这是小龙失误，我看到了，这是不是小龙失误？这个小已经不给你机会了，我来吧。听说李连这个凡人修仙很火，李连杰哇，七种多天学这个坐骑出来了，好，终于领到了。不要，升了，强化，这强化贼爽啊！这边来，这里六百个能升到少级，来赌一下，赌八十。啊，这不对，我不赌，一分都不赌，这不来。赌八十，我也不知道。你先说，这次到你先说。等一下，我是想七加十，就赌二十二。他赌二十二，我赌二十三。你要再改吗？给你一次再改的机会。没有，我先算一下，二十六八十。你再算对吧？最多到二十五。好，他赌二十五，我赌二十三。好，来吧，把这个升完。八十是吧？啊好。完了，小龙，二十二，你干嘛要听信这里的谗言？有人说二十七级左右，你坑了小龙呀！这个南什么天池山，我靠，就是你坑了小龙，害我血赚八十，哈哈哈哈。这小龙这年少无知就被你带害了，你小龙真的是还是要靠你的第一直觉，他第一直觉就是说他二十二对吧，结果就不行了，你想升到二十以上你都要八十一百一个，结果他又赌，哎呀不行，这个减伤来啊，这个不会死吧，就不会死，不会死的，你搞个屁减伤对吧，我们这些家伙哪怕搞点有用的全部点满就行，也不是，我过一下吧，过一下每个星期一个两个星期闪避加这些都不行，哎呀就是这个其实还行的幸运，其他的不太行，晚的后面都基础攻击其实也不行，好，那就先升这个最后一个 PVP， 有 PVP 吗？没有吧，减伤有，刚才没选到这个塔，好，五十了，差一点再去升小龙工资血可以挖什么，是的，本来想给他发这个加班费的，可惜了我还血赚了啊，今天小龙给我发加班费了，我好开心啊，好，直接把这个东西升到满级，加十三万，再来光明凶猛龙升到满级， nice，昊天八千那个好多也没上线了，应该又有个一百天了吧？两百多天了，没有一百多天吧？估计香肠自选，再选这个吧，这牛肉肠差好多。来，大家你们这伙乱来，我教你们怎么过这个东西来。魂环这里这三个加上这里这四个专属魂环，选这四个，看没？你们过环环差不多都是这四个魂环，这四个五线双，这四个魂环再加上来个。有狂血的带个狂血，你们实在不你们想过不去的可以打后等后面这些混乱出来随便打的，带一个狂血，带一个神圣化身，懂不懂？一个狂血，一个神圣化身，再带个这里神，这叫神，这叫祸福相依，带个祸福相依，最后再加个天罗地网，假如扛得住，伤害不够的话，带个死亡印记，好不好？你要扛得住的话，你带个死亡印记，扛不住的话，你带个不屈，就这些，就固定的这四个魂环以外，其他的都要入肉堆，好吧？就给他堆肉就行了，就给他堆肉就行了。和六和十二伏真六级，我们现在看到没，在和他们争这个东西。但是我有个东西没买，他喵的打中枢不买这些东西，那不就是废了吗？买二十个，好吧。打中枢不买这个，哎，那大家刚刚来了买二十个就够了，这买二十个就买有没有？这个买二十件来每个人吃四个。别打笑了，别笑了，我当时服了，这啥的东西，我操，不是，我他妈手抖了一下，笑死我了，太怪了，笑，别笑了，大家，别笑了，已经过去了，我他喵的傻逼了，都小龙是懂节目效果的，都啥嘛，那不是我故意的，那不是我故意的，大家，我操，我把我都给看懵了。我都把我都笑哭了，我操！是不是缺金币了？还在这里？啊，是缺金币了，我们是缺金币了。那、啊、你们就是不懂了吧？你们，我没笑，不愧是演员。不是，你们是弹幕啥意思嘛？你们不发弹幕一发，你发一弹幕一排弹幕，你看你们这一排弹幕，我操！你们这一排弹幕全是，好笑吗？没事，小倩，这个哎呀，要什么回放啊？那段剪掉了。是不是妹？就视频里面你们都看不到那一段的，别看了。活了几十年，第一次见这样的，没有。
哎，好像嘎了，哎，好像嘎了，等下中枢嘎了，等下，中枢嘎了，等下我中枢死了，哎，别了，我死了，我要死了，我得去送人头，哎，等下我跟谁？啊，被博哥打了，来，我们再来买一下，不行，这个必须放视频里面啊，不可能，不没有视频，这东西没有视频，我他喵的啥意思啊，刚刚。你们这个活动你们不知道怎么过的，来我跟你们说一下，你们这样每天活跃值，记得每天活跃值做满，每天做300活跃，你在这里兑换成这个海魄，兑换海魄了以后你在这里一键升级，你看这差不多，你要觉得难打你18级随便过，你要觉得你时间多，你那个时间多的话你14级的话你可以也可以通关，14级就可以通关了，差不多13级也可以通关，但13级你得打很久很久，每天你带的红环就这四个，懂不懂？就这四个红环，就这四个红环比较好打一点，这四个红环可以打通关，但是你输了你失败的话你就这四个就直接通关等，但是你得多刷几次，这都 刷概率的，懂不懂？这四个红环刷概率的，你带那上面的东西再带一个狂血，没有狂血你带神圣化身带肉，懂不懂？你带点肉，假如你这个生命之种千万不要，生命之种没用，懂不懂？生命之种没用，因为你生命之种加的血没用，你就带个神圣化身，再带个像活佛相依回血的，再带个皮烧，或者这不去你可以不带，再带个天罗地网。转武魂怎么弄啊？好帅啊，哪里有转武魂？没有转武魂。还有你们要觉得实在是太懒，你们要是太懒的话，觉得没钻石多的话，你可以买到21级，21级我跟你说直接随便打，你到21级以后把这些东西上上去，就上个啊这些红随便上，随便上四个，我跟你说随便上四个随便过，懂不懂？你上四个红啊随便过。你看我们已经通关了，我们是在13级的时候通关的，我们现在已经18级了，我们通关以后现在都升到18级了，奖励我们已经拿完了，这种奖励主要是这些东西，你看没，你升到21级以后可以用海城专属红环，我11级开了16关，没事不急的，那东西都会让你通关的，就是刚玩就刚玩不就是那些武魂吗？可是我看到好多人玩好久了，武魂就不一样了，你玩好久，因为这里看的每次他出活动，这里可以买卡的，他每次出活动看没，他这里会给你卡，买了卡以后你就可以置换红环了，你们那种新手看没，我们红环都是放仓库的，这里可以换，每个赛季的红环都不一样，所以说你要问换什么红环我也不清楚，因为他每次赛季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该换什么红环，懂不懂？来，今天这里做了通关了和没通关兄弟讲一样吗？通关的话还会给你一个称号，但是都会通关的，我操，今天加了一亿战力啊，今天就是打中枢了，我看今天能不能早点下班，看看人都开始变少了，只有8个人，就我们这边怎么有这么多小号啊，水上的小号啊，小号能不能别上了嘛，这小号是真的多呀，这小号一直卡着我们，看嘛，这排队都贼难排，这小号你说他小号现在烦不烦，他一来全部一起来，他不来他一个都不来，我们看排行榜我们排第几，排行榜我们比博哥多5000分，5000分的话他必须得买5个，他必须得买5次才能追上，就买个他一次是多少，一次的话是250、500、600，600的话他得买就是买9次，他得9次才能打过我们，他得9次才能打过我们，他得买9次才能追上我们，所以说我们只要和博哥一换一，在博哥打赢我一次，我再打赢博哥一次，我们第一次稳的，懂不懂？赶紧下载吧，那下载就行，大家欢迎下方小铃铛大家下载一下，帅的啊，丑人看着帅，不会是你，那我不帅吗？妹大不丑吗？那没事，在你们眼里大家最帅好吧，粉丝最帅好吧，为啥你也是两个区，生命只有一个区，因为生命只有一个区吗？不可能，生命不可能只有一个区，我操，天喵的，这些你们这些老六啊，把人家城都打没了呀，但是博哥他们其实看没，博哥这里没吃掉，博哥他们这次打回来了，看没，他们反扑回来了，已经扑回来了，他们没问题，我们就先撤了，对啊，今天就拜拜了，就回去吃夜宵了。